God， 这是昨天在大雪过后，我车怎么出去啊？门口结那么厚厚的一层雪，今天又是星期天，不会有人来铲雪的吧？明天星期一，我怎么上班呢？搞错，看看，雪成这样子，哎，真想倒在地板上，躺在雪里，一定很放松吧？